大家好，我是 Puzzle 雅雅。然后猜猜今天我在哪里呢？我今天是在Puzzle 跟 Pantone 的联名发表会。然后这边是 20B1， 然后这边我们今天因为我想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第一波的 Pantone 的发表是比较粉嫩少女色系的，然后第二波走的是这种比较饱和的，然后饱和美式街头感。然后这边有四个人台，我们可以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装置艺术，就是我们很用心的布置了一些街头感的东西，还有我们拍摄有拍到的背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还有邀请四位网红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发表会，我们邀请四个网红一起上来。Hello， 嗨。然后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 Nikki， 然后 Bunny， 还有雨婷跟小米。然后我想说先请 Nikki 留下来，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紫色穿搭，然后等一下再邀请其他三个上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Nikki。那我今天代表是紫色的穿搭，就是全身都是以紫为主。对。然后Nikki 平常会穿紫色的穿搭吗？其实我之前很少，但是我发现今年很流行紫色，所以我这次也就是尝试了紫色。那一般大家对紫色可能觉得很冷艳的感觉，其实我觉得紫色也可以比较有年轻活泼的感觉。那如果搭配一些就是比较是牛仔系列的丹宁款，就会感觉很年轻这样子。那你今天穿紫色的，你会觉得不好搭配吗？其实还好，因为紫色其实你牛仔，就是蓝色啊，或者是黑色，或者是白色，其实都还蛮百搭，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难搭。所以只要你敢穿，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难，对啊，就是你就颜色都其实 colorful， 就是怎样都还蛮好看的。那我们这次其实还有其他的紫色系列，我们可以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紫色。那如果像是这种比较运动的，你平常也会穿吗？这个也会，那上面有可能会搭就是 T 恤或是那种运动的内衣这样子。然后还有像这个。这个是人台上面的这种蓝色的，然后这一套也是紫色，它其实是可以分开穿的。那如果像这种的，平常你会怎么搭？这就比较是属于比较气质休闲吧，就是可能上面我有时候会搭一点素色 T 恤，或是仿那个雪纺的也 OK， 对，或者是一些背心之类的，衬衫也可以，对。那我们谢谢 Nikki 今天为我们介绍紫色。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二位 Bunny。Hello Bunny。大家好，我是 Bunny。你今天穿的是很饱和的蓝色，你平常会这样穿吗？其实我衣橱里很多蓝色衣服，像夏天很流行的牛仔丹宁系列，其实它颜色比较浅。然后这次那个潘总跟Pantone 它那个颜色是比较鲜艳饱和的，但是它其实秋天也非常适合，因为蓝色给人家的感觉大概是比较那种沉稳，但是它其实因为它的颜色跟它的设计会让人家觉得其实很少女很活泼。那但是因为这个颜色是比较饱和，其实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敢尝试。那像我在人台上面这边就有穿，它其实可以里面配同色系的字母 T， 然后穿整套的样子其实也很好看，然后就有比较街头的感觉。然后我们还有这边还有其他的蓝色系的单品可以介绍给大家。然后像是这一种，好像跟你身上的是同一种蓝色的，对，它其实配短裤或是紧身的牛仔裤都非常的好看，因为比较美式的感觉。对，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比较特别的，它是一件短裙，然后其实它也可以跟刚才的背心一起配，然后它旁边是有这一次的Pantone标语的织带这样。然后这种的应该也是平常你可以尝试的，因为如果你敢穿这种比较饱和的，其实都是穿起来是同样感觉，然后只是再搭不同的上衣去诠释不同的感觉。然后它这件里面是那个裤子，就是内搭裤，
就是如果 你自己不敢穿那么短的裙子的，其实可以尝试看看。那如果像你穿的这种蓝色，你还会想要尝试其他的颜色吗？会啊，其实我觉得像蓝色如果配黄色，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跳颜色，对，就是、组合起来是非常的比较跳痛的感觉。对，好，那我们谢谢邦尼，谢谢。然后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三位怡婷。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怡婷。嗨，怡婷今天穿的是粉红色，她平你平常会这样穿吗？我平常其实我粉红色的东西其实我是渐渐的开始比较能接受，但因为以前就会觉得粉红色的单品很难搭配，因为粉红色的颜色的色系实在太多了，有偏紫色的粉红色，偏桃色的粉红色，但是我觉得这次的粉红色是偏灰的粉红色，反而是比较能够驾驭的。所以这次我的搭配呢，就是我的里面搭的是一个 bra top， 然后跟一个黑长裤，然后搭了白鞋。我觉得这样其实呢，会让粉红色穿得更有个性一点，好像比较帅气一点，对，比较帅气一点。那像因为之前的粉红色是真的比较粉嫩的颜色，这次的是比较雾粉，应该让大家比较敢尝试一点点。然后因为像这件是比较运动风的，就是平常如果想要尝试运动风的感觉的也可以穿。对，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其实到冬天都可以穿，因为它的材质其实是比较薄透，所以里面如果搭比较厚的毛衣，其实我觉得也可以驾驭得了。而且这一件里面好像是做网子系列，它其实不会到那么不透气，就是它是薄的，但是里面还有一层网，就是让整个感觉会有更运动风的感觉，就是可以呈现。而且其实就是不止运动，其实它可以搭出很多不一样的感觉。那像如果你平常穿粉色，你还会搭什么呢？粉色的话，我最多会搭白色系，因为我觉得白色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今天搭黑色看起来也很，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流行冲突的色系跟冲突的材质，因为像其实这两件的材质跟颜色都很有冲突性，但反而有冲突的东西会让大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那我们再介绍一些粉色的单品给大家看。哇，这个粉又是比较偏紫的粉红色，是有一点点灰色的颜色。可是它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好驾驭的颜色。对啊，对啊，好可爱哦。那像因为我们其实拍照的时候是有把这个搭在一起穿，那如果像怡婷想要尝试这种粉色的话，你还会怎么穿搭呢？这个的话，我觉得上面可以搭衬衫或者是毛衣，因为今年很流行很宽松的毛衣，然后扎进就是比较窄的裙子里面。对，而且这种雾雾的粉色好像搭米白色的毛衣蛮可爱的。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很流行，就是很像的一个色调，然后就会觉得很和谐。对，这个以前平常会穿吗？这个平常我比较少一点呢，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常穿的是大衣比较多，对，就是风衣类的比较多。但是风衣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在涉略各个颜色，因为一开始都是驼色嘛，黑色基本，但现在开始有比较像是淡蓝色或是蓝色系的，就开始今年有入手一些。然后这个是。这边是有荷叶的，有荷叶边的很可爱，应该是比较少女的，客人会比较喜欢一点点。对，少女的。那我们谢谢怡婷今天帮我们全是粉色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小米。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小米今天怎么会选择黄色的穿搭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结合我的工作，因为穿搭今年黄色然后妆容土色系，我觉得是非常互搭的一个配色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黄色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敢直接穿全身的那种黄色，因为可能怕太鲜艳，或者是很穿不好像穿雨衣有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次的这个 Pantone 的 bra T， 我就觉得它很适合搭丹宁，因为我相信丹宁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单品，可是我觉得黄色搭丹宁是很撞色，然后会很挑，而且人家一看你就会觉得哇很抢眼，可是又不会很奇怪的感觉。对，而且黄色跟蓝色搭起来是对比色系，看起来会更凸显出黄色的特性。对。然后因为像这边我今天穿的也是黄色系。对啊，我们今天穿搭好像哦。对啊。然后我先拿其他的黄色系介绍给大家看看。这一件就是小米今天穿的，对，然后它其实里面是还有 bra， 对不对？对，它其实是可以单穿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料一点点的话，其实它可以单穿，但是如果像我比较偏瘦一点点，其实里面还可以带一件，但是它因为
为后面其实是不会露出肩带的，所以其实你里面再穿一件也是。其实我里面今天就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其实里面有穿一件，但是它是完全不会露出来的，對就是、所以对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我觉得可以就是两件一起穿这样子。对，然后它还有特别的滚边设计，然后像这一件。这件是比较鹅黄色的，小米平常会穿这种类型的嘛，比较偏运动感的。我其实还蛮喜欢穿这种街头运动风的，而且这个真的可以穿去运动。对，因为它其实是比较偏薄的材质。对，然后它里面是有内里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口袋。对，这搭个 T 恤就很好看。对啊，好，那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这是刚才，这是刚才的。然后这是刚才介绍雾粉色的黄色色系，哦，同一件，这个，对，这个跟你身上的黄色好像是，对，好像可以搭一套，再搭个白色的外套，啊，好像也可以，有那个白色的滚边，对，而且这个我们这次比较介绍的，比较特别的是，它下面还有做一个标签，哦，是我们这一次Pantone的标签，特别刻在比较明显的地方。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是联名系列的，对。然后还有这个，我刚刚就一直在偷看这一件，我觉得这件好可爱哦。这件真的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旁边这是特别请工厂帮我们印的标语系列，然后它是做每一个有不同的配色，就是还有紫色跟蓝色，然后都是做不同的配色。而且它的滚边除了白色，还有做绿色。就黄色跟绿色其实也是有点对比色的感觉，是有一点点偏复古，但是就是美式复古的那一种感觉。好，然后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件，这个是背心。小美平常会穿这一种吗？会，这种好像运动的时候可以穿。就搭一件宽裤，像我今天这个宽裤搭这件背心，对，就也很搭，就是跟我人台上面搭的一样，就是下面搭这个，对，这样子。对，而且这件裤子有很特别的地方。它其实在腰围的地方是有印我们Pantone的标语哦，对，在里面。对，但是这其实是要穿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对，好，那我们谢谢小米，谢谢。然后我们你先，我们还要邀请我们三位。我们这边。我们今天邀请的四位，为我们诠释各种不同颜色的，然后大家穿的都是比较饱和色系的，就是这一次的重点。然后我们明天10月18会在官网上架，然后希望这一次的陪同大家都喜欢。然后明天还会，明天会有抽奖活动，在10点的时候会抽出三位。到如果喜欢的人，今天还可以赶快去。官网去 FB 留言。那我们今天谢谢四位，谢谢，我们直播就到这边，拜拜。
我们又回来了，我们有临时有一个插播的幕后小彩蛋要介绍给大家。你看，猜猜这一位是谁？嗨，我是江江。江江今天有什么想要介绍的呢？是这一个，这次为了这次第二波的联名特别设计的这个，透明的提袋，这个，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联名的生日赠品，赠礼要送给大家的，这一个。而且它有两个颜色，这边还有一个颜色，黑白，对，有黑紫色跟黑白色的这个，然后这是这次要送给大家的礼物。然后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是这个特别设计的这种色票的 T 恤，然后我穿的是蓝色的，然后我符合今天的穿搭，我搭配的比较街头的感觉，然后是配牛仔裤，然后再配一件百搭的衬衫，然后是同色系的。江江刚刚是说想要介绍什么东西？对，其实除了这个袋子之外，我们还有设计另外一款，然后是不同材质的提袋，然后一样会有四个颜色。然后这是我准备了两个颜色来，这个，我请我们的 Niki 帮我们介提一下，是这一个是粉红色的，然后它是帆布的材质，然后上面一样有印这种比较有趣的英文字。我发现它有两个提袋，它有两个提袋可以更换，两个提袋的，好可爱哦，然后可以自己变换，是可以自己变换的。如果你们有收到的话，可以自己回去依照每天的穿搭做变换。没有，它其实每一个提袋的颜色都是跟着这个字的颜色去做变化。就是如果是咖啡色的，它的绳子就是咖啡色的。那你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穿搭，然后去更换这个绳子。那像我们其实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它应该是会是这种条纹的。然后，如果想要自己更换，再把它整个拆掉，就可以换成麻花绳的。已经接好，这样好像也很适合这个搭配。我觉得今天放在身上也很适合。对，就是蛮百搭的，其实是百搭的饰品配件这样子。元素，很可爱。而且这个有隐藏的字，就是这边有一点点有英文字。哦，这个字在里面看得比较清楚，对，很可爱，对，可以再看一下，它有个隐藏的字在里面。就是其实今年蛮流行透明袋的，所以我们想说可以做一个这种透明袋，然后可以回馈大家。而且我觉得标语的东西都特别的吸引人，对，就标语的 T 恤啊，或是他的包包，我觉得都很棒，对，配件帽子什么的。这边在织袋的地方还有两个颜色是双面的，这样。我再跟大家讲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 Puzzle 跟 Pantone 特别为大家准备这种周年庆的生日礼物，然后送给大家，然后只要买了就会送这个袋子，然后还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紫色跟这个透明的白色，有两个颜色是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我们这次的小彩蛋。好，谢谢大家，拜拜。